是不管我多努力，都没有办法改变吗？能改变的。你做的一切已经将我改变了。在你出现以前，我一直是一个人孤单地面对所有的实现。为了证明我父亲的清白而去努力，为了隐藏身份而选择隐忍。 直到你的出现，你让我不再孤单，你让我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和有趣了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让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意义。所以现在的我，就是你努力的成果。林仲夏，请继续加油。 跟你说严肃的事儿，我说的也是严肃的事情。因为你的努力，所以我更加的不会放弃。现在反倒是你，王艺兴已经不见了，没有人再会威胁到你的安全，所以我想对你说，欢迎回家。